从黑猫歌舞团到餐厅秀，秀闯传奇三十年，女星辣妆主持黄腔，日进斗金躺着赚，引来黑道包挡抢人。为什么他们去南部作秀？你哪方去的秀？啊，你哪不来我家？你被人亏了。何日君再来，劲创三十年，热情的沙漠，啊的煽情，劲歌理由千奇百怪。对，我就是奇怪，要不然你叫我怎么唱？我的热情啊，干嘛？命烂呐！每个礼拜天晚上八点，绿都台湾就在三立。